美女，等一下。嘿，愿意做老婆吗？哎，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今天来看你啊，玉宇，我还给你带了好吃的呢。谢谢你，斌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哎，玉宇，我怎么感觉你不开心啊？你妹妹人呢？我没看到你妹妹啊。妹妹和妈妈走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妹妹和妈妈走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再也不回来。等一下，玉宇，你先放下。怎么了，玉宇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你不要吓我。斌哥，昨天晚上妈妈打电话过来，说他们在广州那边生活，不想妹妹跟着我在村里面吃苦，所以就把妹妹接走了。啊，你妈妈把你妹妹带走了，那为什么不把你也带走呀？妈妈没有说要把我带走呀。说以后再也不会回来看我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妈妈也太绝情了吧。斌哥，其实每次你说妹妹不懂事，但是斌哥你知道吗，我突然多了个亲人，有了妹妹陪着我，我感觉整个家里面都有家的味道了。以前只有爷爷陪着我，虽然妹妹真的很调皮，但是妹妹一直陪着我。而且妈妈说她再也不回来看我了。玉，你别哭了，玉。斌哥，其实我真的好想好想。家里面热热闹闹的，家里面有爸爸妈妈、姐姐、妹妹一起生活在一起，哪怕是简单的一起吃个饭，我都觉得非常的幸福。玉宇，你别哭了。玉宇，这有斌哥陪着你啊，好不好？你现在不光有你爷爷陪着，还有斌哥我呀。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是一帆风顺的，玉宇，就像黑暗当中最后的一缕光一样，你只要握紧它，跟着它，终会到达彼岸的阳光的，玉玉。谢谢你，斌哥，但是你后面说的什么我真的听不懂。玉玉，你不用懂，你相信斌哥吗？我相信你啊，斌哥。那好，斌哥答应你一定不会再让你孤单下去的。鱼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？斌哥，你为什么要送我花呀？我送你花还需要一个理由吗？谢谢你，斌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哎，鱼，你刚才弄这么多东西是干嘛去啊？斌哥，我想把这个拿去卖了，爷爷今天过生日，我想给他买个生日蛋糕。啊，从来没有吃过的。啊，今天爷爷过生日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斌哥，你公司那么忙，我不想再麻烦你。没事，那这样吧，玉，我带你和爷爷去街上去吧。不用了，爷爷，我想自己在家里面给他做一顿饭，给他个惊喜。爷爷可能今天都不知道他过生日。等你把这个东西弄到街上去卖完，蛋糕店早关门了。跟我走吧，我带你过去街上。别这样，走，别拖拖沓沓了，走，跟我走吧。哎呀，这个可是，别可是了，走吧。鱼鱼，你快把蛋糕拉进去啊！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爷爷生日快乐。爷爷生日快乐。爷爷你今天开心不开心？鱼，
你有没有什么想对爷爷说的呀？切蛋糕吧，等一下菜凉了。切蛋糕呢是寿星切蛋糕，你这样吧，你和你爷爷一起切蛋糕吧。今后不会来看他了，我希望他能跟你到城里面去。爷，斌哥，哎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没有，鱼，我刚刚打电话呢，公司小刘跟我说公司有点事，要让我回去，让我先忙一会儿。那你要不再坐会儿吧？没事，主要公司还有事情嘛，我下次再过来，好不好？那好吧，斌哥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鱼。拜拜。